伊真正是真心的去关心，而不只是流于说口号啊，或是一些很官场的讲法。这位基隆市市长，哎，我看这点真不简单呢，哎呀，因为一个外地人，因去伫个人遐哩做人的市长，很有他的分量，他的内涵，还有他的能力，这样很肯定，人家有可能回去做因的市长嘛。那我相信说，如果由他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，他会做得很好。为海口拼一个翻身的机会，李进勇。